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他们两个睡着了。这个呀，我是给宝贝准备的。宝贝一天上学很辛苦的，还帮妈妈做家务。你看，我给宝贝准备了钓鱼玩具，宝贝可喜欢这个钓鱼玩具了。我要给他放上许多的小鱼，把小鱼给他放进去，来，给他放进去。给它装满，好喽，装满了，给它盖上盖子，放到这儿。这个呀，我是给爸爸准备的。爸爸呀，天天玩手机打游戏，还不帮我做家务，他也想玩这个钓鱼玩具。你看，小朋友们，我把他的小鱼都给他拿出来了，变成空的喽。给他盖上盖子，给他放到这儿。来，你们俩别睡啦！啊！怎么了呀？你看，我给你们俩准备的惊喜。我选这个。那我就选这个吧。宝贝，我猜你的里面肯定是空的。不可能！小朋友们，快把这的小爱心给我点成红色的，再把上面的小加号一个点消失哟，这样我这里面就不是空的啦。来，打开看一下吧。来看我的，哇，有好多的小鱼呀！爸爸，它你的里面是空的？不可能，只要小朋友们给我送数字666，我的里面也有小鱼哟。打开啦！啊，怎么是空的？我的小鱼呢？来玩钓鱼喽！哇，钓到一只小黄色的鱼！我也想玩，我的鱼呢？